是古老神秘的土耳其，这是浪漫多情的意大利。五位明星姐姐，两位挑夫弟弟，他们的穷游之旅开始了。他们是女神，也是女汉子。他们多愁善感，有点担心。哭了，姐姐，哎呦，也卖萌犯滥。什么鬼？经历各种挑战，尝试各种人生第一次，他们收获的不仅是温暖的友情，还有更好的自己。敬请收看明星旅行真人秀《花样姐姐》，东方卫视3月13日起，每周5:22播出。我要献歌。